上次去山上拉木材呀，顺手在山上啃了几个，再削一下，用来当做那个锄头把，还有铲把，非常好啊。这个木材很结实的，笔直笔直的。这是杂木，杂木。把这个，跟我东西。买了两把铲，怎样把？棚子周边的沟啊洗出来，9块钱一把，9.9块包邮，9.9块包邮。今天好热啊，都把这个毛线，哎呀妈呀，大冬天的脱个六月去。嗯，过来，这个还来，把柜子过去啊，这好不好啊？我表哥媳妇说来，我把我们这边的搞卫生了。嗯，这媳妇可以，主动找活干。嗯，不错，湖北妹子果然不一样。你那个甘肃妹呢？甘肃妹带娃辛苦了，天天一两点钟睡了。一两点钟睡，估计现在还没起床过。还把刀吧，还把你个把枪，你和这个铲，削几个桩啊？棚子周边要到水泥要拦一下，不然要滑坡了。东西割辣，要用木板拦一下。我不是买第一这里面也要灌水泥啊，不容易滑坡。你要都要垫起来。湖北妹子，这今天太热了，我表哥都不穿衣服了。不动那丑，天干嘛的？先把这板立好。那个，把前期工作先做好吧。婚车。老表，真的黄大师。刮的手起泡了，是不是？这么大的，价值多少？几百万？10块钱？真可以啊！但是稻子上山谷，那切那一坨坨西凉的都风景，是挺好看的这石头。洗一下，也不用切，值不值钱？哎呀，不得了，跟我也洗的，哎呀，收藏起来，知道吗？没穿的，你敲了干嘛？你这锤子敲了我几百万，我跟你讲。王大师，小王，你干啥？王大师，我跟你等鱼用过，今天好不容易等鱼用过，过了还没。我堂哥敲碎了，这几百万就没了。休息一下，好热，今天我要穿个毛衣。这棚子还要几天了，看看能不能趁我去我丈母娘家之前弄好。他也要去丈母娘家，去湖北，我去甘肃。这天气有点邪门啊，这风吹在身上想睡觉，这哪是冬天啊，一夏天。刚吃完午饭了，休息一下。这个是七呀，是不是要困的？你干啥干的？啊，干着干着天又黑喽。弄好了，明天或者后天就到地面了。